我们罪愆得赦免，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绕住左岸梧桐花，天地繁衍。
天父，我们感谢你，2020年就在我们的感恩纪念当中离去了。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和气息，让我们可以面对新的一年。也因为你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将那个新生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靠着你，我们能够有这个属灵上面的领受以及更新。主啊，让我们能够按着主你所应许的，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如何。而且主，你也纪念我们每一天的脚步，使我们的日子，主啊，每一天我们都按着你的心意而行，你就将你自己的恩典能够让我们看见。新的一年我们仍然是要遇见挑战，我们仍然是遇见高山低谷，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主，你乃是要叫我们心里面所经历的乃是你同在的那个平安，而且要让那个平安如同活水的江河不断地从腹中涌流出来。主啊，求主能够赐给我们更新的生命，更新的希望，更新的喜乐，更新的平安，更新的领受，更新的启示，更新的从你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得到帮助，更新的属天的生命，属灵的粮食。主啊，你都赐给我们，我们身体上面有困难的，主啊，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度过身体上面的难关。我们心里面忧伤的，主，你医治我们，让我们能够得到喜乐。主啊，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有实际需要的，主，你纪念我们经济财务上面的需要，帮助帮补我们，使我们能够度过难关。主啊，我们在灵性上面，让我们能够追求而长进，更加的渴慕你，更加的来爱慕你，更加的来追求你。主啊，你也保守我们新的一年，我们能够有新的看见。主啊，外面的世界会经历许多的变化，会经历许多快速的改变，但是我们里面，让我们属灵的眼光，当我们对着前方，对着主你要应许的那个勇士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的眼光也得到改变，得到更新，得到启发。主啊，你来的日子已经近了，而且主，你必定要再来。在你来之前，让我们预备好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来迎接你，洁净我们，使我们灵魂、身体都得到洁净。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能够来面对你所赐给我们各样的环境。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在心里面放上我们的平安，也放上我们的渴慕。主啊，求主带领我们整教会全群，主啊，在这一年当中疫情的改变，主啊，让我们能够或者是透过网络，或者是亲身的到教会当中，但是保守我们全群的那个交通，那个喜乐，那个彼此的了解，主啊，能够更加的深入，更加的真实。我们就求主带领我们在这一个2021年的开始，第一个主日的时候，主啊，你就要将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将你的命令来指教我们，将你在我们心里面所放的那个意念，那个我们生命的意向能够更加的清晰，让我们的生命，我们能够满足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和要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愿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新年好！2021年终于来了，盼望在这个未来的新的一年，我们都能够感受到神在我们教会，在我们每个个人身上都有新的恩典。我也盼望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借着彼此的带领，让我们一起
在主里面成长。愿弟兄姐妹在新的一年，身体灵魂都得到健壮。感谢神，当我们可以在主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三一华人浸信教会的，我们欢迎你，盼望你将来疫情结束了，有机会能够回到教会的时候，欢迎你来到我们的教会，来跟我们一起敬拜神。我们的教会是在 Fremont， 在 Mission Boulevard 上面啊，盼望你有机会的话啊，可以到我们教会来看一看。那么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在从2021年元月份开始，我们教会三个堂会我们都用了共同的年度的主题。今年我们的年度主题就叫做揭开基督身体的奥秘，揭开基督身体的奥秘。我们会透过神，透过使徒保罗所写的这一卷以弗所书当中，神要把他的奥秘向我们来显明，向我们来揭露。所以求主给我们恩典，也盼望弟兄姐妹为三堂的传道人来祷告，盼望我们都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好叫弟兄姐妹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教导，得到劝勉，得到安慰，得到这个鼓励，那我们可以付诸于行动来荣耀神。那今天是我们整个系列的讲道，今年信息的开始。那我在这里我要说要讲的题目是在基督里的身份。那等一下我们会有机会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啊。那在还没有读经之前呢，就让我想到曾经有人说过这样一个故事，那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或许你听过，也或许你没有听过。那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是根据这个美国印第安人的一种传说的故事的。说到有一个印第安人呢，他是一个勇士了。有一天他在这一个丛林里面呢，他发现了呢有一颗这个老鹰的蛋啊，老鹰的蛋。他呢就把这一个老鹰的蛋把它带回家去以后呢，就放在他们家跟一堆的火鸡的蛋呢放在一起了。那到最后呢当然这个透过这个母火鸡的培育这一只老鹰呢就在火鸡堆里面呢被孵出来了。那么以后呢也跟这一群的火鸡呢一起生长了，成长了。那这一个被这个放在这个火鸡堆里面的这一只老鹰呢，因为从小他就跟着这一堆的火鸡住在一起，所以他一直以来他都认为他自己就是一只的火鸡。长年累月下来，不管他的动作，他的走路甚至有的时候他的叫声都还蛮像是一只火鸡的。那有的时候呢他也能够展开他的这个翅膀稍微的这个飞跃，但是呢他所能够飞的距离那也就差不多3英尺高左右的高度了。那这也就是跟一般的火鸡能飞的高度差不多了。那这样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之后呢，这一只被掉了包的老鹰呢也变老了。直到有一天呢，他这一个
跟其他的火鸡啊，像平常的生活一样，来到了一片的草原。他突然看见一件事情，让他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他看见有一只非常巨大的鸟在高空上翱翔啊，遨游飞翔。那不管是风云有多大啊，这一个看起来这一只啊上面的这个大鸟呢，好像它一点都不害怕。那它展现出来的那个翅膀呢，是这么样的有力啊，这个真的是英姿焕发的感觉。所以地上的这个老鹰啊，就对着旁边的火鸡啊赞叹说了：“你看，你看，多么美丽漂亮的大鸟啊！”结果呢，就有旁边一只火鸡啊，就告诉他说：“嘿，那是什么呢？那是老鹰，鸟中之鸟。”那另外有旁边呢，有另外一只火鸡也告诉他说：“哎，老兄啊，你可别胡思乱想啊！啊，我们是不可能像他一样的。他是老鹰，我们是火鸡。”这一只老鹰后来也就信以为真了，就不敢再做任何其他的幻想了。直到他死的时候呢，还一直认为自己就是一只火鸡。那这是一个寓言故事了啊，但这个故事呢，就让我想起来，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呢，也常常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缺乏自我认知，我们对自己是谁是有危机的，是有困难的。这个我们因为受到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影响，从我们小时候长大的背景，以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接触到的，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遗忘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应该有的身份，结果我们认为我们就跟其他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今天要透过使徒保罗的这一段话，我们来看看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身份究竟是如何。当然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盼望透过以弗所书的学习，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三一华人浸信会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靠主得力。就如同我们在圣经以赛亚书所读到的，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要重新得力，我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盼望我们能够靠主走得稳当。那现在我们就来读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都找到了圣经吗？好，那我们可以一起读。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那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这一卷书是使徒保罗所写的，那我们熟悉使徒保罗的这个书信，他写信的格式啊，
那通常一开始他都会向他写信的对象来致候问安，所以这一卷书当然也没有例外。那其实这也是当代的人他们写信的时候的一种格式啊。那这个格式呢，其实他，你如果读保罗许多的书信的时候，虽然是写信的格式，但是在内涵上面呢，有的时候会稍微有一些的不同，那是因为他是根据他所要写信的对象的需要或者情况的不一样，教会的情况的不同，那他会有稍微的不同啊。那这个是给大家提一提的。那在这个地方呢，那么他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说到，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啊。那你如果看这一个很简短的话，大概你就可以猜得出来，这大概是保罗所写的13卷书卷里面，他对他自己介绍最短的一次啊，其他呢都会稍微长一点，但在这里呢，他只有讲到了什么呢？他讲到他是这一个奉神的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那这句话虽然很短，但是却能告诉我们一些有关教会应当如何来看待神所赐给教会的属灵领袖有关的这个真理啊。那我们就接着来讲，他这一开始说他是奉神的旨意，那么呢做这个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这里他提到他的名字就叫做保罗，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不是他本来的名字，因为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他原先的名字叫做扫罗啊，叫做扫罗。那扫罗在他的原文里面的意思呢，是有询问啊，或者是被人所喜爱的意思在里面啊。那这个也恰如其名呢，因为保罗他从小呢，他就很喜欢求知求问，所以他书读得很好，他在这个犹太人当中里面最有名的学校里面来就读啊。那么呢，他因为这一个有很好的一个成这个学习了，所以他也为当代的犹太人所喜爱啊，特别是他在法利赛人的圈子里面，他也有占有一席之地啊。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他已经称呼自己不再是扫罗了，他用保罗来这个形容他自己。那这一个保罗的名字，他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这一个微小的意思啊，微小的意思。那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把他的名字从扫罗改成保罗呢？那我们知道了，在圣经里面呢，这种改名字的例子其实也不是只有这个保罗有过了按照我们所了解的，譬如说旧约里面的亚伯拉罕，我们所熟悉的亚伯拉罕，他原来的名字叫亚伯兰，对吗？那后来神把他改名了，就叫做亚伯拉罕。那亚伯拉罕的妻子原来叫做撒来，后来呢，神也把他改名叫做撒拉啊。那雅各的名字他也被改成叫做以色列。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人的名字被神更换了、改变了这个并不是寻常的事情。那么，当然我们
没有办法正确的知道到底保罗的名字从扫罗到保罗是神给他改的呢，还是那一个他的同工巴拿巴给他改的呢？这个我们是不知道了不晓得。不过这个不重要不重要。重要的呢是就是为什么这个改变究竟带给了这个保罗呢，他的生命产生什么样的变化或者是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些信息在里面呢？那么我们现在就稍微简单的来回顾一下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保罗的这个过去那我特别要提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九节这里说到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那我们知道扫罗被改成保罗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使徒行传的十三章第九节了那这个是呢我们知道的这个圣经第一次提到保罗这个名字。但是我们根据上下文来看从十三章的这个第九节的上文跟下文去看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先看看，那我们从这一个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那经文比较长呢可能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读过去，你有机会你回家在家里面你可以自己看。这基本上是在告诉我们说呢，当时候的安提阿的教会要派这个两位同工出去做宣教的工作，他们呢就选派了两个人，一个叫做巴拿巴，另外一个叫做扫罗叫做扫罗。那你继续读下去，不只是在第二节里面你读到了巴拿巴和扫罗那你看看接着四节到第八节里面也有同样的提到了这个巴拿巴和扫罗来。那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从这个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里面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你所看到的当这两个同工被提出来的时候呢，是巴拿巴的名字呢是在前面的。这个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在这一支宣教队伍的初期里面，刚刚组成的时候呢，教会认为巴拿巴是比较资深的，巴拿巴是在属灵上比较有经验的，可以作为扫罗的一个看护者或者叫做 mentor 辅导也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把巴拿巴呢放在前面了。那我刚才跟你讲了十三章第九节之后呢，神把扫罗的名字改成了保罗之后，你发现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变化了我们从在十三章十三节到十六节里面我们就读到了这一段话，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佛开始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那么等等等等等等。那我也不是要详细来讲这段的经文，不过我就是要请你注意到从十三节以后你发现一个变化了。那开始讲到什么呢？保罗和他的同人，保罗和他的同人呢？那这个你发现到保罗的名字就被排在前面了。那你再往使徒行传以后的经文再往下看的时候呢，那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格式了。那么我们都知道保罗的名字后来出现的都是在巴拿巴的前面，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在解释圣经的学者上面，我们都会同意一件事情，这一个是圣灵透过路加的手笔见证保罗并没有因为他从前是逼迫神的教会的，
后来才成为基督徒，因为他的这一个进入教会的门，进入救恩的门是比较晚期的，因此他被神呼召的作为使徒的身份，或者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权柄就被降低。不是的，没有的。我们就看见了这一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在社会上，我们常常讲的是辈分啊，那么这一个你的资历，但是在神的国里面是看神的拣选，是看神的呼召，是看神的带领。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在教会的侍奉里面。我们看到不但是没有降低他作为使徒的身份跟权柄，还蒙圣灵的重用呢，最后他成为宣教队伍的领导了。那我们就知道，从使徒行传的记录里面看见他后来蒙神大大的重用，他的宣教的足迹踏过了亚欧等地。但是使徒保罗他从来他就没有忘记一件事情，他之所以今天能够来做神的工作，那是因为奉神的旨意，那是因为是奉神的旨意，不是他自己比别人聪明，不是因为他是自愿要来这样做的，这乃是因为是奉神的旨意。保罗很清楚，在耶稣基督还没有这一个拣选他之前，还不认识主之前，甚至主向他显现的时候，他都要问主啊，你是谁？他根本不认识耶稣。但是直到耶稣基督向他显现以后，并且在他身上赋予了使命与托付，所以当保罗讲奉神旨意的时候，他在说什么？他说我在神面前，我领受的是一种的使命，是从神那里来的托付。所以重点在哪里？重点是他是仆人，主是主人。使徒今天在很多的教会认为这身份是很高的，的确在人来看是很高的，但是就保罗自己来看，使徒也不过就是奉神的差遣而已啦，啊，也就是奉神的差遣了，他们不过是来做服侍神的仆人呢，啊，真正保罗需要侍奉的对象是谁？是这一个弥赛亚了，是基督了，是基督。所以这个当他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使徒的时候呢，他心里面知道他是被差遣的，他是被差遣的。那在这里我很顺便想要跟大家弟兄姐妹提到一个，这里保罗说他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啊，不是那么的重要，但是呢却带有一些意义在里面。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常常我们在讲到提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常常讲耶稣基督，对吗？那这里呢你会发现使徒保罗他比较常用的是讲到做基督耶稣。那如果你了解这两个语词啊，基督耶稣这两个语词它的意义是不同的。基督代表的是王，君王，那弥赛亚，耶稣代表的是救主啊，是救主，是这一个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的。所以当保罗在提到神的权柄、神的拣选、神他的尊贵的时候，他通常都比较习惯用基督耶稣来说，而不是用耶稣基督。但是当然我们今天没有那么讲究了，不过这个在神学的意义上来它是有意义的啊。那我们看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呢，其实他比较惯用的是基督耶稣啊，大概有73次。那用耶稣基督呢，他只有用到18次而已，那跟我们的习惯啊正好是有一点点的不同呢。不过你只要稍微了解，就是重点上啊是有不一样就可以了。那么不管神借着他啊
做了多么伟大的工作。刚才说了，他的侍奉跨越了亚洲跟欧洲。我们就算今天很多人在服侍主，但是我们也很少有人能够做像保罗那么样伟大的工作。但是从保罗他自己来看这件事情，他认为他是很渺小的，所以他的名字叫做保罗。弟兄姐妹，这一个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属灵的一个提醒。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什么啊，或者教会给我们的这个头衔是什么，因为有的时候这工作要划分，难免会有一些头衔，但是不要太在乎那些头衔。我们要更在乎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到底在服侍谁啊？如果我们清楚我们在服侍的是基督耶稣，那这样子我们的侍奉的态度就是对的了。坦白讲，如果没有神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一切都算不了什么。如果没有神的呼召，我们自己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没有基督的授权，我们又有什么权柄可以去带领别人？如果没有圣灵的差派，我们自己又能够做得了什么？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是有机会可以出来服侍神，基本上来说，那是三位一体真神在我们身上所做成的工作。所以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没有什么好夸口的，我们就是要用这样的心态来服侍神啊。这个我们这个，如果我们所服侍的不是弥赛亚君王的话，那么有再高的头衔，再大顶的帽子，这样的服侍都不具有任何的意义了。那谈到我们自己需要有这样的态度，那我这一段我需要做结束，因为今天还有圣餐。那我要问大家的是说，请问你是怎么样看待神所呼召的人呢？我们都知道今年感谢神带领了新的粤语堂的传道人邝传道从这个礼拜开始在我们当中服侍了。可能靠神的恩典，如果神许可的话，再过三个月之后，我们可能英文堂也有另外的传道要进来服侍了。有年纪比较大的，有年纪比较轻的，你怎么看待这样不同的传道人呢？不在乎资历，不在乎他什么样的头衔，在乎的是他在神面前他领受的是神给他的职分。盼望弟兄姐妹能够了解到这个。其实我们来看看保罗，他说的，他说他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些是在哪里的人呢？他是说这个，他是特别写信给以弗所的地方。那我们都知道，以弗所城呢，在保罗的时代里面，它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市啊，非常繁荣的城市。简单来讲，就是有如同今天我们在这一个以我们的美国来讲，就是譬如说像纽约啦，像这个旧金山啦，洛杉矶啦，这一个芝加哥啦，这样的大城啦。这个你看，今天有人，如果你到这个去旅游的话，如果你有机会到了这一个圣地呀 或者是一些欧亚的这个爱琴海附近，你去旅游的话呢，那你会导游会带你去看这些这个古迹的。那你看看，这个是几千年的建筑物，但是你看已经是非常非常的豪华精美了，对不对它虽然现在是一个废墟啊，可是你都能够感受到当年这个城市是一个怎么样的城市。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多讲，将来我们在看其他经文的时候，或许我们会再讲一讲这个城市里的事情。倒是接着下来这个我是想要跟大家来讲到，刚才我们谈到神给保罗做使徒的身份，
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是什么身份呢？啊，那保罗在这段话他所写的圣经叫做他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他有一个对象的啊，对象就是在以弗所的圣徒。那弟兄姐妹，那我要问大家，谁是圣徒？谁是圣徒？我们传统里面来讲，我们讲到一个人是圣徒的话啊，那你是基督徒，你会直接想到就是像彼得啦，这个啊约翰啦啊，或者是雅各啦啊，或者是保罗，对吗？啊，这些才叫做圣徒嘛，对吗？但是，我想弟兄姐妹，我不觉得这里是这一个啊使徒保罗的意思的啊，那所以。究竟谁是圣徒呢？那如果我们从圣经里面给的定义来看的话，圣徒的意思指的就是那些生命已经被基督耶稣所改变的人，是基督用他的宝血将我们洁净了，是圣灵啊的重生，让我们可以归主，让我们可以分别为圣，被神分别出来了。所以圣经里面的圣徒不是指那些道德特别高尚的人，不是指那些修行修得很好的人，他指的是那些在基督耶稣里面诚心悔改，愿意接受神的神所赐的生命，他的罪被神赦免的人，也因此这样，神把他们从这世界分别为圣出来的意思。那，所以我觉得弟兄姐妹，下一次如果有人在问你，你是圣徒吗？你要怎么回答呢？你是吗？还是你还是在犹疑呢？我盼望啊，你能够靠主的恩典来接受神给你这一个在基督里面这样的一个身份。然后呢，我们其实看到使徒保罗说什么呢？说他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因为他说我写一个在基督里面，这个在基督里的人呢，就是在基督里面有忠心的人。他有解释的，这个圣徒他一定要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坦白讲，这个世界上呢啊，就只有两种人呐、啊，啊，两种人呐、啊，哪两种人？你说好人坏人？不是，这世界上只有你是不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在基督里的和不在基督耶稣里的，没有什么所谓中间的啊，一半的没有的。那虽然只有一个字的差别了啊，虽然只有一个字的差别，但。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但这一个字的差别却有天壤之别，天地之分呢、啊。在基督里指的是你被神接纳的，这样的接纳绝对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呢、啊，啊，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这个不是出于你的想象，不是出于你自己的计划。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神的计划。你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这是神的计划啊！我们以后还会再讲的更深一点。但是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啊，以后我们会再讲清楚一点。他说什么呢？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啊，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毫无瑕疵。那刚才讲对不对？是神叫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是圣徒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那我跟弟兄姐妹讲，这一个是什么呢？你能够，世界的人口这么多，你却能够被接纳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了不起的事情啊！这是神精心的计划，这个是神主动的拣选，这是基督救赎
做的一个结果，啊，工作的一个结果。所以在基督耶稣里啊，在基督里，这个是保罗在他的保罗书信里面十三卷书信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单单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他就提到了有十多次之多，是值得我们啊注意的。我们将来我们在讲解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的机会再提到这个。下面我要再讲的，除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以外呢，这他说了，我们是有信心的人，我们是有信心的人。那谁是有信心的人呢？啊，当然在这个保罗这个和本的翻译里面是把它翻译成为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人呢、啊。那我们就讲到这里有忠心的人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想啊，那有忠心那就有不忠心的啊，对不对？那所以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圣徒了，对吗？不过我要在这里讲的这个有忠心这个字呢，其实在原文里面 pistos 啊，这个字呢，它本来就是意思应该把它翻译叫做啊，那一些呢，这个有信仰或者是有信心的人啊。所以这一个当然有的时候，因为根据上下文这一个字，它有可能被翻成叫做啊 faithful， 是有忠心的。但是在这一个以弗所书的这一节经文里面，把它翻译成为有信心的人，那是更加的贴切。为什么？因为这里是在指着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你愿意接纳神给你预备的救恩，因此你被接在基督耶稣里面。所以这个翻译会是比较好的。那圣经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啊，这一个除了神的拣选之外呢，人必须要用信心来做出回应啊！啊，你不，你说我还完，既然神爱我，他就救我就好了，我不要用信心去回，我不相信，我说相信不相信没有关系，有关系，你还是要用信心来回应神对你的爱，神对你的拣选。所以，这样的信心跟回应，虽然严格上从神学的一个角度去思考的话呢，你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你没有那样的足够的信心，可以没有那个能力可以来回应神的，连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回应，它原始的能力呢，还是来自于神。啊，今天我就是点到为止而已啦，我们以后的信息里面我们会再讲啦。啊，但是基本上就是你知道这是神给你的恩典，让你有信心的来接受神。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以后我们也会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那我们再看看再来呢，他讲到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啊，还是领受神的恩惠与平安的人。所以在第二节里面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归于你们。那弟兄姐妹，每一个重生悔改得救的人一定要产生一种结果，你不是说我只是讲相信相信的，不是的，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你会感受到神的恩惠，神的平安临到你的身上。这个是一个很实实在在的啊、一种的经验，一种经历啊。那它呢？不是一种理论，它是一种心灵里面强烈的感受。当然每一个人的语言的能力不同，有人口才好一点，有人不好一点，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有人说得不清楚，但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不管他说得清楚不清楚，但这一个人在神面前他领受了什么，这一个人心里面是非常清楚。
因为他感受到神的恩惠跟平安嘛，他感受到神跟神的恩，神所赐给他的恩惠跟平安。这个我们在讲到基督徒的重生的时候呢，那这一个感受呢，常常是我们来去确定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呢。因为这种的恩惠跟平安呢，那这个不是人所能够给的啊，他呢都是要从神跟基督耶稣那里而来的。这一种的，这是神的能力在那些相信的人心中所带出的结果了。那弟兄姐妹，这一个啊，就是我们今天，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还要领圣餐。我简单的跟大家讲到了，不管是做使徒的，做教会领袖的，他们要很清楚自己在神面前什么身份。我们做一般的基督徒，我们做信徒，做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所以在今天讲到要结束的时候，我想要请问你啊，你是怎么样看这一群人的？如果你这个在这个教会久一点的人就知道了，这是这个教会的老照片的啊，很多人都我都是我不认识的了。那你觉得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是圣徒吗？哇，你说哪里，那个人怎么可能会是圣徒啊？先别下结论。但是我们根据使徒保罗这给我们的教导里面啊，他们是圣徒吗？如果他们不是圣徒，我们是圣徒吗？那如果我们是圣徒，是根据什么？那他们为什么不能够是圣徒？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在灵里面能够稍微想一想。好，那简单的这个回顾一下，你我在基督耶稣里的身份是圣徒，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是有信心的人，我们是领受神的恩惠跟平安的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啊，这个啊，我们要用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思想以弗所书的，愿神来丰富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更加的确定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感谢上帝啊。那我们接着下来，我们就要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但在领受圣餐之前啊，让我们就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虽然我们今天只有用两节的经文，但是我们看见神你在每一个人的生命上面所做出的改变是何等的奇妙。就像使徒保罗一样的，他原来是认为自己就是一个这一个很聪明的人，他自己就是一个一个很值得他感到骄傲的人。但是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面，他能够看见自己的渺小，甚至看见自己的败坏。主啊，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也愿意在你面前承认我们自己实在是软弱无能，我们其实自己是很污秽肮脏的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得罪神得罪人的事情。因此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知道我们是领受神的厚恩的，我们是蒙神拣选的，我们是能够被神接纳，我们是在神国里面我们能够做圣徒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勇敢的来接受你给我们这样的身份， 让我们勇敢的来接受用信心来回应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能够在靠着基督的给我们的恩典，我们是已经领受了神的恩惠和平安的人。主啊，这一切都是因为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因为你知道我们不能救自己，我们唯有唯靠耶稣基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的身体，为我们所流的宝血，因着你
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今天凡相信你的就必然得救。感谢上帝，因为这就是你来世界上的目的。你爱我们，你愿意受父神的差遣，降世为人，出生在马槽里面，你为我们尝尽了人间所有的痛苦，然后你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为我们进入了死亡，进入了坟墓里面，然而第三天你从死里复活。感谢上帝，这就是你向我们所显出的大能，显出的救恩。感谢上帝，今天因为我们相信你，我们可以被你来引领，我们也跟你一样的，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国。我们要说哈利路亚，赞美神。主啊，你的恩典实在是奇妙，你的恩典实在是浩大，我们赞美你。我们在你面前存的感恩的心来领受神你给我们的恩典，也求主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洗净我们心中所有一切的亏欠和不义。感谢主，你的话说，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赞美你，求主预备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来领受主你自己的饼和你的杯。我们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我们就用一首诗歌，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也用这样的诗歌来这个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天可换共一冠冕。
救世家，我愿永远忠诚，感受世人辱骂耻笑，为着不可再来迎接我到天家，你就祝共享永远荣耀。我爱过去主十字架，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比服十字架，到那天可还共一冠冕。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每逢吃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到了，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圣徒，是因为神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你为我，他在世上受尽了苦难，然后他用他的身体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流干他的宝血为我们而死。所以我们是用这一个饼来纪念主为我们所舍弃的身体，但因为他的舍弃，他建立了一个新的身体，把你我都接在基督耶稣里面，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都成为一个身子，我们都互为肢体，感谢神。所以我在这新的一年的开始，让我们感谢神，因为我们都在基督耶稣里面，感谢神。我们一起领受，饭后主也照样举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阿们。弟兄姐妹，你手上所拿的这个杯所代表的是我们 是基督为我们赎罪所流出的宝血，他要用这样的血来叫我们不但罪得赦免，而且让我们成为圣洁。我们能够成为圣徒，是因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常常纪念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所领受的，不但是救恩，而且神把那永世的平安、永远的恩惠、永世的福分，就这样为我们存留。感谢上帝，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主给我们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愿主你接受我们对你的敬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本来不配来到你面前，但是因着你的救赎，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了。谢谢神，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现在请弟兄姐妹起立，
我们一起领受神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唱三一颂。赞美真神万福之根，地上生命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神父圣子圣灵，阿门。好，请坐。那今天我没有太多这个特别的报告，但是呢，就是请大家呢，这一个应该已经都收到了教会所寄发出来的有关于我们这个预算呢的一个修订请大家能够投下你的赞成票。然后另外呢我们也有针对这个蔡传道蔡颂龙传道是不是可以来成为我们教会的英文堂的这个牧者也要投票。所以请弟兄姐妹呢这个尽快的寄回来给教会。那感谢神过去这一年对我们的带领，虽然这个有疫情，但是我们看见神给教会的祝福还是满满的这个我们也真的非常感谢神，让麦牧师在过去这一年半的时间里面跟我们一起配搭侍奉，真的是极其美好。我们相信神也会继续带领麦牧师师母他们不管神放在他们心中的负担是什么，我相信神一定会带领也想请弟兄姐妹不要忘记常常为麦牧师的身体来祷告。好，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聚会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那我们下礼拜我们再一起我们再回到网路上我们来敬拜神。现在我们就默祷以后散会了。See you.